朋友们好，我是南山。我们来讲甲子，这是一个前兆。庚戌、丙戌、甲子、乙丑，十岁的大运啊，丁亥、戊子、己丑、庚寅。有人呢是这样讲了，说这个八字呢，用水木为用神。并且呢，天干呢可以见火，地支不可以见火，因为天干见火呢能够克金，地支见了火以后呢就去生土了，就不行了。然后说什么呢？说在这个戊子运里边的乙亥、丙子、丁丑、戊寅，这是什么呢？发财了。那这个发财了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就是要去勾住这个天干见了火了，看丙丁是火，地支是没有见火的，并且用的是水木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发财了。来解释这个所谓的用神是很正确的。好了，知道原局原文是怎么样分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从子平正理啊，从子平正理来，甲木生在戌月，它既然是十岁大运，我们看十岁意味着30天，戌月是九月，九月后18天呢是戊土当令，而前12天戊土并不当令，很显然这是刚交戌月。秋暑露灸寒霜降，寒露霜降，刚交寒露，九月初是带金气的，也就是这里面的星，这个余气它是在起作用的。可惜的是什么呢？它透出的反而是一个庚金的七杀，这是不喜的。再怎么说，戌土的本气是戊土，也就是它的本气就是偏财，你透出个七杀来，如果财去生杀，对我日主来讲那是很危险的。好就在哪呢？你辛金没透，丁火也没透，透出一个丙火的食神来，这就形成一个呢食神制杀，把庚金这个危险这个毒瘤给去掉。我能去治杀了，那我要用它来生财就很好了。但是这个甲子同样的，这个甲子子水是不能做根的，更何况有子丑相合，这个合以后是合到财上面去了，合到财上面去了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从旺衰来论，这个日主是比较衰的。然后呢是用的食神生财去治杀啊，食神生财治杀。我们来看他走的是北方用，亥子丑是北方用，北方用为水，水为硬。我讲到这儿有人不愿意了，为啥呢？大用在北方就可以，甲子的子就不可以，哪有这种道理吗？这不一样啊，这个是不一样的。甲子的子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能论方位的，但是大运是要论方位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比如说丁戌，这是九月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西北。戊子呢，这就是冬季，冬季就是水旺。你说甲子就是水旺吗？这个是不一定的。再比如我们说五方五月，南方一定比北方温度高，这个是对的吧？五月呢，它一定是一年当中温度最高的，所以说月份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。
说我要是生在五月，这个火是很旺的；生在五日，火旺吗？旺不了。就拿这个来讲，它是甲子日，我们把它改一个字，甲午。你甲午日出生的，这个午火火旺吗？丑是什么呀？晚上2点，朋友们，晚上2点太阳都看不到，哪来的火呢？所以说呢，大运它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但是呢，你只是一个日，这个力量是非常小的，它只不过是切身利益。叫做切身利害，什么意思呢？不管它力量大还是小，它和日干是一组，它是贴身的，它是起到这样的作用，但是它的力量并不大，这个一定要分清。所以说呢，走北方用是走水，北方用是水，因为一步用是10年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大运是在方身的，而不是这个子水。戊子的子能帮，甲子的子是帮不了。又有财，又有财。既然我这里边有了这个丙火去制杀了，现在我戊土财透出来，谁的呀？那就是我的，那就是我的。乙亥，乙庚合了，丙子，这就是食神生财，丁丑伤官生财。戊寅又是一个什么呀？寅木也是丙火的根，寅木是丙火的根，并且这个庚金在这些用里边，它本身是得不到帮助的。它的根在哪呢？就是在两个戌和一个丑当中。所以在这个大运里边，在己丑运之前，这个庚金在大运上是不得力的，而在这些用里边。水能生木，对日主是有帮助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八字，这个八字，他在这个地方发财，也就很显然，也就很显然。那为什么说天干不能见火呢？既然说天干不能见火，流年的丙丁不也是火啊？天干可以见火，那天干的戊土呢？他没有讲，说地支。不可见火，地支不可见。我们来看看地支见法。如果见午火是个什么呢？有个子午冲，同时还有个午戌合。所以说呢，地支火也是可以见的，地支是可以见的。另外一个，原局讲了说用水木，这个水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讲。我给大家补充了，因为大运子本身就是水，大运子本身就是水，这个子是要生木的，就讲到这里。